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欢迎来到约会见面马杀鸡的第三期。是的，我们上一次已经完成了蛋黄酱，所以我们这期呢是从这位23岁的 Janine 或者是 Janine 这个名字开始。之前就说了，她看起来，如果说之前的那个人狼妹啊，可以看到有耳朵的话，如果不是这边可以看见他耳朵在这里的话，我真的觉得这可能也是个类似的兽人类或者猫娘类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的信息呢是寻找一个 alpha male， 对，真男人，真汉子，让我们一起疯狂嘛。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选一个性感或是人生赢家呢？来试试。可以。哎，瞧你来到了一个太空飞船，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神。嗨，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上来就三下，这个 OMG， 我的天啦，你看起来好英俊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生孩子吧。这个刚刚屏幕暗了，真的不是有什么预示吗？你真的不是外星人到地球上来做什么事情的吗？什么中大奖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问号问号问号。哎，夜还长呢，我们还什么这个表情很危险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两颗星的成就好像叫做很痛，为什么？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叫做金星之旅，维纳斯之旅啊，简直不是这个世界上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什么情况了？说起来，我们究竟在哪里？哎，什么？当然了，让我拿个套套。这才不是我想要的呢。再见。然后还哭着出去了，行不行啊？我们在哪里？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我不好，我太兴奋了，看见你的时候都太兴奋了。我的名字是 Janine， 这是我的在这个星球上最喜欢的地方。有点黑黑的，味道怪怪的。什么？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？你觉得啊，这里配不上你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个地方只是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巨大的玩笑吗？有屁快放！这个味道我快要熏死了啊！不，我是说这很未来感。不，你这个地方非常好啊，女士。啊，你是喜欢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。啊，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这一次约会给准备好的，修正好的，就是为你，就是为了你。啊，我可是花了很多麻烦才把你带到这里来的。我要不要给你拿点水啊，拿块饼干或者润滑剂，还是有什么你其他想吃的东西啊？我希望你能感到安心，因为呢，我需要你的这里的一发啊，不，我需要从你这里得到很多。嘿，感觉好吗？感觉很棒吗？来啊，让我们开始玩吧。好啊，那我就给你来一发吧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夜晚，我觉得这里暖暖的。当然了，等不及想要慢慢的了解双方了。这个我一开始的猜测应该是正确的。太无趣了。但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，可以呀，我们可以先聊一会儿，我还是有耐心的。我感觉我旅行了两个星系就是为了来见到你哦。我观察了你很久很久很久时间了。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吗？现在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终于可以用到你的基因了耶。耶。等等，你为什么需要我的牛仔裤？对，
他没听见啊，没听出来。一般来说，怎么可能直接就谈到基因这个？我觉得我的牛仔裤你应该穿不下吧？嘿嘿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超好笑啊，你一定也很温柔吧？我需要他们来生孩子呀，你这么大啊，你身材高大又强壮，你的基因一定也很棒。然后你以为我是在说裤子对不对？算了，无所谓。天哪，你简直让人无法忍受，自私自私，太自私了啊！我希望你把我当裤子用，我来当你的裤子。哎呀，无所谓无所谓，我们可以慢慢来的，哈哈，我们有一整晚呢，你今晚可要开心一点哦。请问这个游戏是不是每一期的氛围都不太一样啊？不过呢，我已经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了哟，嘻嘻，啊，现在还接着聊天是不是有点傻呢？不不不，我现在有点想聊天。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有点傻。我们可以，但是这里确实味道怪怪的。哦，天哪，仔细一想好像是味道是有点怪。我很确定，我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个味道给去除了。见鬼见鬼见鬼。我马上会回来的，亲爱的乔尼，你哪里也不要去。他从一个奇怪的液体的门那边出去了，点点点。乔尼听见地板下有一些嘈杂的声音。贾奈呢简直像个水手一样在说粗话脏话。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呢说水手这个说的脏话是最多的啊，经常用这个水手来比喻一个人粗话脏话说的多。哎，好像有东西烧起来了，但是味道不见了。哈哈哈，终于味道不见了呀。味道之外你觉得如何呢？我是指我们之间，哎，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肉体、彼此的基因、彼此的爱了吗？大哥你冷静点。说起来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孩子呢？哈哈，你不喜欢孩子吗？啊，看着他们奔跑玩耍，让你的种族可以延续下去啊，孩子们可是个奇迹啊，嘻嘻啊，我们现在就应该生一点啊。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可爱？我看起来对你，我看起来不漂亮吗？哦不，我已经这么努力的想要变得漂亮了，简直想要从每一个毛孔之中都哭出来了呢。我别的什么也做不到了，我只是天生就没有吸引力吗？不不不，你的美那简直是超出这个世界啊，我就喜欢小一点的，亲爱的。这么说的话，嘿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啊，如果你觉得我漂亮，那你一定想要我了。但是宝贝儿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逻辑我就不能争论了。我们还是先看看底。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个理由呢？我是说我爱你，我们是心灵相通对不对，知己吗？现实事实是，乔尼，我想要和你一起繁衍是因为你很聪明啊。好吧，你赢了，我不能再撒谎了。好吧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真相了。这么说吧，我来自的地方要知道很复杂。这么说吧，我需要生下强壮的孩子们才能拯救我的民族，我的人民啊。我需要让我的几十个卵呢被一个真汉子给受精。你知道人是会这样的对吧？所以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能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在乎你，很关心你，可是我真的真的真的希望你现在可以理解我的观点。我可以，但是你究竟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感动了，让我帮助你吧。那我有点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是你，
未来的孩子们的妈妈了。啊，你明白我的处境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啊，你会需要很多的能量，很多的精力和很多的润滑剂的。啊，太兴奋了，我的胳肢窝已经湿了呢。真是个好姑娘，你真是有一颗温柔的心啊，乔尼。哎，神，这就三星了。我都没看到那个。OK， 还是差不多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都没看到成就是什么名字啊，我们待会儿，我待会儿自己再去看一眼，告诉大家。他这个非地球人类的节奏，好吧？哦，刚刚都看到这个手柄在这个桌子上移动了。OK， 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一轮已经，哎，你别再这样了，再这样你会震下来了。好的 ，OK， 大家也知道，这个游戏里面马杀鸡其实是这个委婉的说法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个成就叫做不要把你的马杀鸡放到这个不正常的人那边。哎，我想看一下，感觉今晚还是不错的，每一晚都是很可爱的，更好呢是因为有你在这里。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到了你这里，才找到了你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尽可能利用上啊。两个宇宙还是一样，两个星系啊。我说我就想聊聊天，然后情况如何，你是不是有服用药物啊？这个一般就是觉得对方精神不正常，你是不是没吃药这种感觉啊。第三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最近把自己给淹了？这个肯定是直接死，对吧？浪费时间，滚滚滚。药啊，当然了，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等一下我要去拿药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多聊了。等一下，情况如何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这应该是两颗星直接。我们为什么不换话题呢？让我们让，话题更刺激一些吧。我们要让这一晚变得如此传奇啊！你会在过去记起它啊？让我们重口味一点吧。你有没有什么，哎，比较肮脏的或者比较怪异的幻想呢？对我来说，我什么都可以准备啊。我一直想要在飞机上来啊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整晚都纯聊天啊。在2月29日那个，这2月29日啊，对对对，这就好重口味，好重口味。来来来来吧，我会的，我会把你带到任何一个时间点，只是为了能让你和你在2月29日在一起。把你所有的基因都给我，接下来每一天都会是2月29日。来吧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事情吗？因为这就是你想要的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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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说你不喜欢我是这样吗 ？OK， 你为什么只想着自己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呢？是味道吗？是我的裙子吗？啊，是因为我穿的不好吗？你究竟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啊？啊，裙子可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是因为我头发的颜色吗？你不喜欢紫色吗？哎，我很确定你喜欢紫色的呀，那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呀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为什么呢？天哪，等一下，好像是有点气味啊。这个是回到同一个剧情了。你冷静点了。我冷静点了，你难道没看到我有多冷静吗？等我们啊，真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更冷静的，耶。为什么呢？好的，我们如果选想要离开呢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你走吧，好好过你的生活去吧。哎，真的就这样，和之前那个倒是不太相同。我要最后再看一眼之前的那个对话分支数里面。哦，对了，选错了，
那我们先选一个飞机上嘛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在飞机上，我可以带你飞到任何地方。哼，让我们去月球然后回来吧。你想要飞机吗？啊，我给你一个太空飞船吧，只要能得到你的基因，什么都可以啊，乔尼，来吧，还在等什么呢？啊，好的，接下去又是相同的。这一次的三星倒只要是问出来是为了拯救他的人民就可以，而且后续也不能，也没有更多的其他剧情了。那么情况如何呢？哎，你在这里一切都太棒了，哇，我超喜欢你。嗯，好玩好玩好玩，真有趣。我们现在聊天聊完了，为什么不换话题呢？啊，好的，整晚聊天。真的吗？我需要行动。哎呀，你这样这个敏感的男的，我怎么能和你生孩子呢？浪费时间，滚滚滚。好的，那其实这个已经差不多了。OK， 那么我们下一位。我是新来的，准备寻找一位绅士的导游，哈哈，高跟鞋 ，Happy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一个它的信息是 I see living people， 一般来说是 I see dead people， 我能看见鬼，我能看见幽灵。他说我能看见活人，超可怕。然后这个 Bab I 好像是玩一个西班牙语的梗，似乎是啊爸爸这个意思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首先陶乐斯，这个31岁说需要一个绅士，会不会匹配不到呢？好，好像没有这个需求。哦，在一个大道咖啡厅啊，这个氛围非常的暖暖的，但是又有点凉凉的。是陶乐斯。嗨啊，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接受我的林格的邀请了，我是陶乐斯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眼这个，我想看。哦，是的是的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不是照片欺诈，这个他确实是长这样。你一定就是乔尼吧。啊，我是新到这个城里来的，我不是很适应这样的约会机器之类的。哦，神牛啊，一头会说话的牛。这个会被冒犯吗？果然。哼，真是没礼貌。乔尼，我知道我有一点超重，但是你也不用这样说吧，有更体贴的说法的吧。我还以为你是位绅士呢。哼，那么今天就很高兴见到你了，先生。OK， 好的。亲爱的，不，你不爱说话是吗？也行吧，我喜欢比较内敛的男人。我刚才说呢，我是这个真的是位贵妇人，我是新来这个城里的。至今为止大家好像都很好奇地盯着我看啊，可是确实没错吧，我毕竟是从乡下来的姑娘嘛，嘻嘻。啊，可是我不会让这些小麻烦拖累我的。我呢非常我完全想要在这里度过快乐的时光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我的故事了啊。简而言之的话，呼嘿嘿。那么你是从农场来的吗？猜得不错，虽然这不是我的工作，但也很接近了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我曾经是在这个保尔呢有这个谷仓，也有可能是这个大棚牛棚里面，都有可能，两种意思。早晨清晨4点就醒，然后很晚才睡。对于淑女来说可不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呢，要我说的话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寻找新工作，不那么低贱的工作。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更符合我品味的工作了。你会不会产奶呢？什么？你难道在说什么色色的事情吗？真是没礼貌啊！太
太不文雅了啊，毫不礼貌，毫不文明。我希望你的这一天过得和你这个人一样糟糕啊，一样好。对，他这个是很文明的说法。哼，走了。好吧，啊，你真的不爱说话是吗 ？OK， 哎，等一下，问，这是另一个对话之了，说要不要吃什么东西？那绿色的就是蔬菜沙拉，汉堡，汉堡呢？啊，我也想吃汉堡，但或许只要肉就可以。嗯，因为呢，我要保持自己的体型，所以啊，我会努力试着不同的这个就餐，不同的食谱。嗯，目前为止这个结果呢，只能说是有好有坏吧。啊，现在我用的食谱呢叫阿特金斯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认真的看着我，这么有意的看着我？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你知道你是头牛对吧？不，我只是喜欢你可爱的帽子。你这个包究竟是怎么带着的？啊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。哎，我的包吗？哎，怎么样？你说的是怎么样背着了？好吧。总而言之，哎，糊弄过去了，糊弄过去了，看了看手机，糊弄过去了。哎呀呀，我刚注意到今天的阳光真是明媚呢。今天真是了不起啊，不错的一天啊！啊，我真是很爱这个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大城市的喧嚣。哎呀，在这个牛棚里面，一切都很安静啊，都让人要疯了呢。嗯，我感觉这里就是我接下来应该生活的地方了。今天似乎是完美的一天，啊，尤其是能和理解我的人在一起了。啊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嗯。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。我妈妈确实说我和动物之间很亲近。这个是死棋吧。哎，你这话说的真奇怪。老实说我呢也和动物很亲近啊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和你在一起意外的很安心呢。我知道你为什么看起来似乎和我在一起不是很自在。啊，我想你光看着我应该也已经知道了吧。我一直都想要假装一切是很正常的，可是我不能再装下去了。你也不用再假装了，你在不在意我是这个样子呢？这个绝对不是牛，他不认为自己是牛。你是头可爱的牛，我喜欢牛。你是新来的，我希望你开心。你的眼睛已经诉说了一切，我想要整晚都和你在一起。哎，我们先选二吧。啊，你真是一个体贴的男人。我确实担心，啊，我在这里就可能会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反应。谢谢你如此的理解我，我一直担心人们会因为我如此的不同，而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看法。啊，毕竟我可是一位天体爱好者呢，这并不容易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不穿衣服，但是戴了个帽子。大家都会啊，简直像是你是不同物种一样的看着你。可是我对自己的身体觉得很骄傲，非常的骄傲。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呢，啊，让我越发的赞赏模特和衣物了，啊。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自由很奔放。我真的非常高兴你不介意我不穿衣服呢。那我们去吧，乔尼，我想要整天都和你在一起啊，以及今天夜里也在一起，在月光下。这个月光呢是 moonlight， 因为牛的叫声不是 moo 吗？竟然默默的自己在玩个什么，然后就直接三星了。这个成就叫 Musaji 牛杀鸡啊。哦，三星了。我们待会儿再去看一下两星的这个选择知识怎么样。
这个牛确实很淑女啊，对吧？然后过一会儿突然汪汪汪汪汪，直接把你给压死了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好的，来了来了。真是头温柔的牛，叫做奶昔 milkshake。 天哪，好的，容我再看一眼。那么你最擅长做什么呢？有些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双手很敏捷，手很巧。哎呀，我不是想要吹嘘啊，哎呀，你看我脸都红了呢。可是说的没错啊，我的针线活儿做得特别棒，嘻嘻。你只要看看我，那么你光看我这样，你觉得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？你能把草变成奶？看你的脸如此可爱，你的天赋应该就是让男人发疯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有一整天可以发现。啊，哎呀，真是太有魅力了啊！真是你真会讨人欢心，我现在一定像是个女学生一样脸红了呢。我真希望城市里的其他人也和你一样。哼，可我在说什么呢？我对这个城市毫不熟悉。说起来我可能需要一位导游，你能不能请您带我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去呢？啊，你猜怎么着，我想要带你去野餐，你确实挺可爱的。哦天哪，野餐吗？真是太棒了。我确实喜欢空旷的地方和这个茂盛的这个园林啊，也就是花园啦、草地啦之类的。可以让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可是我到了这里之后都没有发现哪里有公园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很担心，我这次要出行的话没有带钱哦。啊哈哈。因为毕竟我现在没有什么工作呢，这太伤心了。不用担心，宝贝，全是我的啊。好，我请。好吧，那么就换个话题吧。你想要找什么工作呢？我们直接来请啊。乔尼，您真是位绅士。那啊，等到我找到工作之后，您可一定要让我请你啊参加一点什么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的，这应该是两星蔬菜沙拉。哎，难不成你是素食主义者？ Vegan 呢是严格素食主义者，就是连鸡蛋也不能吃，就是所有就是有动物受过苦的这个产品他都不用，比如说什么牛皮鞋啊之类他都不用。我不是针对你啦，老实说，只是我的前男友也是一位素食主义者。哎呀，他让我逼着我吃了各种疯狂的菜呢。每一个我都很讨厌啊，我无法忍受那些食物。说起来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好，还是一样的。你的帽子很可爱，是我自己做的哟，很可爱对不对啊？我这一次来啊戴了十顶最好的帽子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一顶好帽子的啊。可是我又开始说自己帽子的事呢。哎呀呀呀呀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天气真好。 OK， 我已经不知道在发生什么。其实我也这样想，尽管这次约会时间还短，但我觉得非常的新鲜。好的，这是和之前一样的。好的，那么换个话题。好吧，有点复杂。毕竟我有一个比较蠢的梦中的工作呢，就是理想工作，或许不那么蠢，但确实会让人比较不解吧。你看，在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，我父亲买了一台电视机。我们家不太有这样的东西的。在深夜和妈妈一起看电影和各种各样的这个小说。哎呀好蠢，可是呢我做梦都想成为一位影星。我从来都没有和我家人的习惯那么的贴合，于是最终呢我只能寻找
更实际的目标了啊，根据自己的实力啊。我缝纫机用的还挺好的，我呢平时穿戴的东西呢都是自己织的，自己缝的，而且呢也想带着他们来做模特。嗯，妈妈非常支持我，父亲呢最终也同意我拥有这样比较休闲的生活方式，他甚至买了一台旧计算机啊，可以让我敲敲打打。嗯，我还在这个网络上发现了流行时装，对不对？非常喜欢。嗯，非常幸运的是啊，我的目标又改变了，从这一个模特啊变成了，这个不是非常幸运啊，就是命运多变啊，人生的运势无法判断。好的，我从模特呢变成了一个时装博客博主。哎，时装博主吗？等等，你怎么用键盘呢？你的身材确实可以做模特。那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我当然和普通人一样用键盘咯。嗯，怎么说呢，乔尼，你的表现还真是有点奇怪呢。嗯，是我让你不自在了吗？究竟是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你是一头牛呀。算了吧，我喜欢你的态度，我们玩去吧。哎，玩吗？哎，这太突然了，我感觉到如此多的新的情绪。妈妈没有把我养成一个傻女孩，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应该相信你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做一些疯狂的荒诞的事情嘛，真让人兴奋。 OK， 这也是两星的。好的，我们要不要就干脆把后面这两个给解决了呢？我觉得要不就